然后最大的奖是一部汽车。你有没有？我是的。你坐下来听，谢谢好不好？请你坐下来，我听你的声音在发抖。对对对。林台真。对。你得到这一部汽车。大家给他拍手好不好？几千人为你拍手，而且很高兴。你说，因为下班晚又下雨，你才没来，你还记挂着这个摸彩。对不对？对，我好想看到胡市长，也好想看谢金燕的那个电啊，那怎么都电影女王哎。可是我们最好是林凡。你说想看我就好了，还讲谢金燕干什么？他应该也比较想看这台汽车啊。你想不想看这个汽车哦？恭喜你啊！恭喜好好恭喜，谢谢胡市长，恭喜你，我们会跟你联络啊。恭喜恭喜，谢谢。谢谢。